台柱，他真的非常优秀，他真的很优秀，而且其实他在第一次来我们录影的时候，就已经跟这个长庚的尚真有表白过了。对，然后很像大和拜金女，因为你是你知道气质优雅女王，但是她是一个就是看起来好像呆呆的，像皮正一呢，她真的会发明东西，而且拿到专利，还拿到奖牌。哇，对，但是她本身是属于比较木讷路线，我也不知道她会唱歌啊。一起来欢迎我们的发明王。帅帅帅帅帅，超过了！发明王，是。你知道什么是星光帮吗？知道。真的吗？你有看吗？有。你不是都在实验室，哪里有时间？我没在实验室。哦，都在电视机前面。对啊。那好，那旁边这位是谁？你想找名牌对不对？你想找名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你会唱歌，我好感动，因为这个男生很可爱，他真的很可爱，很纯真。然后你会唱歌，而且你要挑一首好难的歌，什么歌？你把我灌醉。没有，就是说报歌名的时候不用用唱的。好，这首歌你有练很久吗？我昨天都在 KTV 唱。加油了，好不好？掌声鼓励发明王。元培的发明王外形个性都走老实诚恳路线，他的歌声能像发明一样一鸣惊人吗？星光帮的男生帮他唱一下。只有你我的悲哀，蓝有点都看不开，高潮哎，梦到哪里你都在，好不好？再来一杯，我们清唱就好，一杯一杯，梦到哪里一杯来。我梦到哪里你都在，能不能忘怀？好，继续加油。你那神秘的笑脸，是不是说忘不掉你所活该？发明王，应该说你的歌声相当有个人特色，还是说惊吓指数高达100%？